睡不着呢，咋呀？妈，今儿几号了？五号了，跟我老公分居三个月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还有心看电视呢啊？咋了？老公，咱俩都分居仨月了，我采访采访你，你到底咋想的呀？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咱俩分居这三个月呀，我是吃麻麻香，精神气爽，身体倍儿棒。哎，就现在这腰都不疼了，爬十楼一口气就干上了，不带喘的。不是老公，你就不想进屋睡去吗？哎呀，我想进屋睡去，但是吧，当初让你给我撵出来了，你说我咋好意思再回去？你想进屋就好办啊，老公，你真的，我给你出道题，你要能答上来，咱进屋，行不行？啊，行。听好了啊，你说这个生命之源它是啥？饭。为啥是饭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没毛病，我再换一个问法啊，你说这饭它是用啥做的呢？电饭锅。不是，就是你那个饭，你不得淘吗？搁啥淘？用盆淘的米。我再换一个问法啊，就你渴了得喝啥呀？喝茶。茶是用啥泡的呀？茶壶泡的。不是，我再给你换一个，就是啥呢，有个成语叫混什么摸鱼。混蛋摸鱼。不，咋你咋学的？你啥文化这是啊？不对吗？不是，这题咱过了啊，我再问你个简单的啊，一加一等于几？等于四。我算看出来了啊，你这是不想进屋啊？今天必须给我进屋啊，走。哎，媳妇儿。